吃面具糖喽！哎，爸，你管呢？面具糖啊！给我吃个！哎，小孩不能吃，这多吓人呐！小孩吃了会变丑，不，你不能吃。你看，你看后面，你看后面。哎呀，后面写着呢，看小孩不能吃，你知道？我读一遍，我读一遍。你快读什么读？你不能吃那玩意儿，你这孩子干啥呀？你不能吃！啊啊！哭啥呀？这么多面具糖咋不给孩子吃呢？不能吃，一上面写着小孩不能吃。谁说小孩不能吃？哪嘎写着小孩不能吃呢？那多吓人呢，这面具糖，那吃咋？你说这大牙，这就是吃，多少想吃啊？来来，面糖都给我来来，我给你们分开来来。好，我给你们分，拿来，来来，我帮你们分啊。好，这个呀是什么颜色的？粉色。粉色，来给我家朵朵。这个是什么颜色的呀？黄色。对，黄色的来也给朵朵。那这是什么呀？对了，绿色的来也给朵朵。朵朵，这是黄色。对了，来也给朵朵。绿色。这个呢？绿色。对了，来也给朵朵。那我先拿对，怎么还给他呢？绿色。来，对，这也给朵朵。黄色。哎，对了，来也给朵朵，你干啥呢？咋还都给朵呢？也给朵朵。你想，你想吃啊？啊，想吃，来，那最后一个给你吧。给他那么多，就给我一个。一个就不错了，你要不要？不要拿来给我。那么抠呢？